哎、欸，听说《鬼灭之刃》很好看呢，我要找时间去看。下一个要看的就是《鬼灭之刃》。哇！先打掉一只，再慢慢洗。我看他不行，我也是这样听说啦。到底是不是有这么神呢？那我去看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去下一关洗就可以了。我看一下。啊，杨宗恩生日快乐！不要爆雷，不要爆雷，感谢。那我们把那个负面状态哈，等他不见，无脑回血。啊，记得要消一 combo 哈，至少一康。哇，有没有觉得这个队伍很 OP？这个先开了，好，认真了，认真了，好，这边暗珠看一下够不够，够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开这一个，加这一个，加这一个，好。这样应该够了啦，我刚刚转的不好，这样应该够。然后再来往他的第二条血直接吼开龙科。因为我怕打不死，开个龙科。哎，阿兔！哇，七亿耶！海角七亿。这个地方呢，直接弄掉吧，好吧。光珠、木珠没有了嘛？对，直接打。这边水珠风化，直接带眼球还是怎样？还是开这个？还是开眼球，开眼球好标题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地方哈、哦，两组火，一组水，一组木，一组暗。两组火有，一组水没有木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还可以撑。
它会变成那个魔族服死的、啊、靠腰啊，看起来很难看欸。谢谢你，心情不好。那你可不可以常常心情不好？心情不好，瞬间都美一下，都美一下。打三下。可以好像可以撑四下的样子，按水，好烦哦，两组木，一组水，一组火，一组暗。一组水，一组火，一组暗。哎呦！好像有天降是不是？没有。哇，紧张找他狼，又少一组。你们看，这有没有找他狼？水木火。再来一组水，两组木，哇，好可怕！两组木，两组暗，我受不了了啦！还是没有，真的是会劈一下。有天降，天降有。少一组木，少一组火，少一组木，一组火，一组水。其实有火只是我刚刚没看到，因为强化的火。火木水暗，火木水，干少一组水。难得他出现一个，四个的水，刚还是少一组水，他这个是不是有那个黑箱作业啊？怎么可能都那么刚好都没有？超容易卡住居然跟我说这样没问题。木暗火，有没有火？干你又卡火，
火火水木可以。哇，这么多光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天降！谢谢吴显贤，感谢木木木木暗火，木木暗火。可以了吧？按一二三，一二，干少一颗。哦，可以吸氧。哎，哦，我刚刚差点死掉哎，因为刚刚少转一组。算了算了，等一下王冠靠眼球啊。好，这样这一关应该没问题了。两组水有，两组木有，一组火有，两组水，两组木，过了，最后一关，技能全开。哇，真正是有够忝的，开这个吧。好啦，过了过了过了，糟蹋狼基蹲，嘿嘿嘿嘿。哇，这一队就是很磨啦，就是很稳啊，我觉得。临时通关。